在后面，我所以等一下这一段练杀球，点还是一样摆在前面，不要摆在这里。然后先不要那么大力，先压好。先杀。对，先杀，然后压好，位置先抓出来。OK。好，等一下老王帮又一样挑反拍切。哦。你切。对，等一下再换老王。对。哎，注意拍面要转出来哦。哦。对，不要切到，我们要开始修改拍面。对，不要切到哦。没有，没有压到，太高了。哦，我们先不用管力量，我们先向下。对，我要先向下这个动作要先做出来。对，来再来，不要太快抹。对，食指再压一点。对，这个好一点。好，再来。不要起放回，哎，没有压到了哦，来再来，你先挑，悠扬先切反拍，对，怎么了？来练球了，一，对，先不要起，一，对，等球下来再加速，小臂手腕甩边要做哦，对，再来。先推，哎，这个球点比较后面了，好，来塞，对，继续等球下来再压，对，对，所以要当你的拍面盖得到球头的上面，不要急着打，有时候打的时候你的拍面压得到球头的上面，不然你压不到球头的上面，你的球就会喷出去，哦，所以你要有盖的动作，球才会向下 ，OK， 来。要可以盖的动作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啊，没有，我们点太上面，对，来继续，对，去抓那个角度，没关系，太上面。不要切它，压出去，绕头要压出去。对，绕头，绕头这个压要做，绕头完这个压出去要做。对，来，拍面没有带进来，往内压一点。对，来再接过来，拍面没有压到。对，来继续，没有压了。球变高了，偏高了，对，太早，来，太早，哦，然后刚刚那几颗很容易 outside 的球，你绕头要带进来，所以我绕头的时候由左边的球头再往内带一点。我觉得我是这样压的，如果是绕头的话是这样压。如果是正常压的话，右边的话你直接转出来这样压，而不是每个都是这个角度。有时候球比较这边，你就转出来打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要看球的位置在哪边。我拍面会调，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打，有时候还是要转出来。对，好，来继续，继续。对，所以拍面要带进来一点。对。来呗，对，好球，对，来再来试试，好，不要起，拍面没有压喽，来，继续，抓那个感觉慢一点，对，前退，太上面了，太上面了。太高，好，慢一点，对，可以，再来，来，要出去，推压要做，太上面了，阿丹，
注意起球点，对，没有压到，太高了哦，所以要注意，那该压的角度还是要做，不要紧。好，一边一个杀球，好，你们那边休息一下，他换他用全场，换你休息一下。一边一个杀球，两排，慢慢来，先慢一点，还是被挤到，继续，再多推一点，没有，你没有压，继续，想一下，继续，先退，先退，对，先退，好，换左边，先抓好点喽，阿丹，对，声音不对喽，带切喽，再来。对，很好，右边。对，好一点，左边。好，右边。可以，来左边。左边再来，绕头压出去。再来，声音是不是带切了？对。再来，右边。对，来左边，可以，右边，右边再来，压出去，对，再压出去要做，不要带切。好，第二次，来走，先退，对。右边，右边声音不对，再进来一点，切了再转，继续，对，再来多退哦。